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大手亮哥。现在如果说起少林弟子，想必很多人都会提到普东东。可以说，普东东也用自己的少林绝学在擂台上打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。今天给大伙介绍另外一位少林弟子，就是这位，他叫朱旭。朱旭身高一米七零，体重六十公斤。朱旭从小就被送到塔高少林武校习武，经过几年的历练，也让朱旭有了很大的提升。长大后，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，朱旭很快被选入国家泰拳队。朱旭重获的峨眉传奇世界冠军金腰带等等。今天给大伙介绍的是由朱旭对阵泰国选手阿丹的比赛。 本场比赛的时候，朱旭年隐才只有二十二岁。赛前朱旭的战绩为三十四战二十八胜，而这个阿丹来头非常不简单，阿丹曾获得泰拳冠军等等。赛前阿丹已经取得一百一十七战一百胜的部署战绩，可以说也是位顶级的实力派选手。从阿丹的发型不难看出，他也是一位极具个性张扬的选手。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？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。比赛开始，后，朱旭先是以正能开路，不过阿丹也毫不示弱，马上也连续撤出了黄颜色。 但是阿丹这几脚劲直接踢中了朱旭的裆部，而阿丹似乎一点歉意也没有，这直接激起了朱旭心中的斗志和怒火。而后只见朱旭猛冲上去，以连续重拳疯狂暴揍对手。不过阿丹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，马上以组合拳将朱旭打退了好几步。紧接着双方二话不说，马上进行了双猛对拼。接下来阿丹以凶猛的扫踢将朱旭踢退了好几步，而后朱旭马上以转身后蹬踢了回去。紧接着被下劈腿暴踢的阿丹马上以凶猛的扫踢回击朱旭。 接下来，只见阿当竟又出了一招如同蛤蟆功的招式，想要 KO 朱旭，结果被朱旭成功避开了。而后，只见朱旭马上以跳起，外加连续重拳打了对手一个始料未及。最终，朱旭抓住机会，以连续重拳直接 KO 对手，赢下了比赛。阿当倒地后当场昏迷了，可见朱旭这几拳的威力有多大。因为极速就 KO 了身经百战的泰拳王，这也让朱旭显得极其兴奋。不过，阿当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。只见冲上来，八位医生对其进行抢救，还是未能让阿当苏醒过来。最后，阿当被担架抬了出去，送进了医院。 全场比赛下来，愤怒的朱旭爆发，仅仅只用了八十秒的时间就将对手打进医院 KO 了。只能说朱旭真的太强了。朱旭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也期待朱旭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了。看精彩体育赛事，有我大手相伴，我们下期再会。